是刀环阁，唐·刘禹锡。长恨言语浅，不如人意深。今朝两相视，默默万重心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常常遗恨自己言语表达粗浅有限，不如人的情绪那么丰富深厚。今天你我默默相视，用眼神传达着心中复杂的情感。再读一遍，是刀环阁。长恨言语浅，不如人意深。今朝两相视，默默万重心。